Joe Senso 咧係喺2004年成立嘅，即係我嘅品味，我嘅感覺。咁呢一個咧，亦都係我哋品牌設計嘅宗旨，就係設計一啲有個性、有品味嘅首飾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哋 Brighton 嘅 collection 元素咧，係用咗蝴蝶啊，用咗一啲花卉咁樣，代表佢哋係好有生命力嘅，好盡力生活嘅。呢個咧係一個手鐲啦，反與反之間咧都會係活動嘅。咁變咗佢戴嘅時候咧就唔會揞住啦。設計同埋佢實用方面咧，我哋都會去為到客人去考慮去兼顧嘅。呢個就係叫做麥丹。呢個系列咧多啲細微嘅設計喺裏面嘅，咁我哋咧亦都將佢咧好人性化，每一個 item 咧我哋都俾咗一個名佢嘅。呢一款耳環咧，我哋就叫佢做 Madame La Ronnie， 咁個意思咧就係愛嘅眼淚。掉落嚟嘅配件咧都係圓錘嘅，佢會擺嘅，同埋有啲水滴嘅感覺啦。另外一套嘅設計咧就係 Tattoo Love， 本身就用咗心形一個好基本嘅圖案啦。我哋將每一個心形咧都做到唔同層次感咧，就好豐富啦。設計廊的位置在灣仔的會展和機場，這些都是人流很多的地方，除了本地的客人，又會有外國的旅客商人，在宣傳方面對我們的品牌有很大的幫助。